接生命，生命电视与您共同救护生命。接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。自爱，爱人，爱一切众生；自救，救人，救一切众生。慈悲是具有理智的感情，智慧是富有弹性的理智。用慈悲关怀人，用智慧照顾自己。用慈悲处理人，对待人；用智慧处理事物，对待事物。认为烦恼是外在环境带来的，其实真正困扰是来自于各自内心的挣扎。咱需要物件无多，想要爱的物件却是太多。生活中，多保持一份宁静的心，多保持一份向内看的心，就会减一点仔被外境困扰的可能。
所有的烦恼都是自己引起的。如果感觉到这个环境有烦恼、有问题，应该先检讨自己，唔通责怪他人、怨叹环境。人无可能离开群体而独立，既然生活伫个群体中，就必须顾及群体利益，彼此守望相助。做人爱为人设想，爱通情达理，爱思前想后，袂当伤害别人。行善是快乐的本名，行善会带来开花成熟的果报，那是长久的喜悦和快乐。凡事爱知己知彼，通情达理，唔通干那是为着自己的利害得失来设想，如此便会当开发自己的智慧。在无个人的利益的同时，也应该想到群体大众的利益，那才是真正可靠的利益。智慧时时修正偏差的方向，以慈悲处处予人方便。
凡事设身处地为他人设想，来增长自己的自卑心。凡事不为自己的利害得失来设想，努力开发自己的智慧心。识人、识己、识进退，时时身心平安，知福、识福、多悲福，处处功德善缘。一个人如果无苦难的感受，便无容易对自己警惕，更加无容易对他人同情。生命意义不在于你做了什么，而是在于你的动机、目标是什么，认真看待你的行为出发点。发现自我，忠于自我，你必须认真看待你的生活经验。你所做的一切，拢必须是因为会当对当中得到快乐，甲心灵的平静。
如果你去形容别人回报你的爱，你将永远感觉无够，感觉别人亏欠你。因为形容的行为本身就不是出于自爱。爱打开心房，首先爱学习用无同款的角度看代志。当你关闭心门，感觉你无可能的时，通常是因为你无了解对方的想法。人生真正快乐，所以爱惜其他众生，珍爱他人是珍爱自己的上好方式。实际上，咱愈为他人奉献自己，自己的安乐就会当愈迅速、容易地升起，这是安乐的自然发展历程。真诚地甲别人相处，无私地奉献，你将会发现自己过了真快乐，也会当感受到来自别人的关怀。如果有智慧，
不然自己不起烦恼，而且可以为别人解决问题。世界上最可贵的是智慧财，最善者的是因为如此而贪得无厌。信心是一个人所会当拥有的上好财富。护持台湾燃灯功德会，邮政划拨，户名社团法人台湾燃灯功德会，划拨账号50323858，50323858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001202608，012001202608。有关弘扬佛教教义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、供斋、点灯、慈悲施食、药供烟供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高雄分会举办八关斋戒暨蒙山施食法会，日期11月11日上午9点开始，恭请湛山法师、湛江法师、湛同法师共同主法。下午2点佛学讲座《阿弥陀佛48大愿》。恭请湛江法师主讲，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，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，洽询电话07-221-2323，07-221-2323，07-282-0278，07-282-0278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，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。佛教中山书坊法会直播，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。新逢药师佛圣诞，慈悲置业花莲分会旗舰药师法会，日期11月12日至11月19日，12到13日上午9点开始，14到16下午1点半开始，恭送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，恭请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。18日早上9点开始传授八关斋戒，下午1点半开始佛学讲座，恭请湛江法师主讲。19日药师法会圆满日，礼拜药师宝忏大甘露施食，恭请湛江法师、湛同法师共同主法。地点花莲中心，
花莲市建国路160号，电话03-831-1673，03-831-1673，敬请与会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。今天我将宣讲有关佛法的内容，说法最主要的是帮助别人，以佛法来助人，所以宣说佛法，而且为了改善自己的心，好好的实践佛法。我所宣说的佛法，以易实修、易懂的方式来说比较好，注意较大，因此我以简单的方式来说明如何实践佛法。顶礼诸上师，一切佛经新要义，是诸菩萨所赞道，有缘求解脱尽量，我今随力而宣说。如前所说，我们要诚心诚意顶礼上师，佛所一切经要即是处理心，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尽量修持处理心。所有一切诸佛菩萨所赞叹的，则是菩提心，具有善言者所向往的彼岸，即是空正界。因此我们平时尽量实修处理心、菩提心、空正界是非常重要的。与三有乐不贪着，为想满意而精进，如此我们不要执着轮回的安乐，一定要好好的去做对想满人生有意义的事，对此事应锲而不舍的精进。